噩梦刺身，几季失意落魄，忘记了吗？中间几多的过客，有限自责，那可成效耀眼？主帅更改了多少，看不出风格。班主再度转手，债务才脱钩。长梦里结束魔咒，难忘的赛季数不清楚，从十年时光中走过，排名第十试过，挨过低谷先懂更多。常年都会有些小风波，而话题难以判定功过，来又去谁与米难，危难里渡过。对波斑刻上早分落印，赢下话柄，得到转会的决策，庆幸二八那天成座上客，起码保证没分叉，更懂得鞭策。终于胜利快感已练成信心，凝聚了冠军资格。难忘的赛季数不清楚，磨合时期终于走过，沉沦段落过去，挨过风霜终于结果。人缘依靠马莎拉观摩，场内全凭派奥利摆布。如若与团队某人难夺冠突破。多番纠错，全赖面囊，一刀刀关没了空档。前场的利奥始终风骚，如后场留空间飞傲，悠然赞尽理数，难以阻挡超速太高。球场中每个不止刚好，场内能团结最大因素。若再回看过程，其实已预告。